小潘潘和汪芬居躲娘家，白冰冰满脸痘痘好心疼。小潘潘今被媒体报道和江青良分居，因江青良涉嫌草屯镇农会超贷案，去年十月底遭检警大动作搜索住处，警方荷枪实弹踹破江宅大门，吓得小潘潘躲回板桥娘家，还因此有恐慌症。当年曾主持两人婚礼的白冰冰接录影透露，很久没跟他们联络，但日前白妈妈过世时又看到江青良来面香，只是身边不见小潘潘。白冰冰认为，如果他们真的有症状，我想江董应该是自己也很忙处理不了，只能跟他说加油吧。白冰冰也替江青良一案抱不平，这案子不需要拿枪弹进去人家家里吧，万一是冤枉怎么办？一个女孩子好好住在家里，莫名其妙被这样，我看到潘潘满脸长痘痘的照片替她心疼。白冰冰表示，原本跟小潘潘没交集，是因为当初自己捐助南投育幼院时邀约江青良一起去探望院童，才因此和江青良结缘。江董虽然是更生人，但他近年都在做好事，也做到一个企业老板。最后白冰冰也喊话勉励夫妻俩加油，挫折遇大就要更努力，赶快让自己强大起来。